给它取作叫 book 哈，比如说 b o 啊 books， OK， 跟那个资料表名称取一样哈，然后按新增，新增之后，如果我说我今天呢，我的需求非常简单啊，可能老板的需求非常简单，请你帮我把资料秀出来就好了，秀在某一个网页上，可以让 user 看得到。第一步，第二步呢，可能我又希望可以让那个后端的那个管理者可以去编辑，比如说可以修改里面内容，或者删除某一笔资料。那第三个呢，老板就说，那我希望可以查询，可以让 user 自己去查书，比如说查哪一本书，他打一个 keyword 之后呢，可以把他要的结果秀出来。基本上大概我想得到的大概就是这一些功能。那这些功能不外乎查询、新增，新增的话就是比如说后端还会有一些要 key 资料的部分，所以你要能够新增、修改、删除，那大概原则上基本上就是这些需要，还有查询部分会需要全文检索，大致上是这一些。那好了，我们建立好一个网页之后的话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快速把我们后端的资料库呢，再把它放到我们的画面上面？那基本上会需要用到几个东西。第一个，各位可以把那个标准这边把它折起来好了，那往里面折之后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叫资料，有没有？资料的这个工具箱里面的资料，把它展开来。展开来之后呢，这些就是它提供给我们的元件。那这些元件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呢，去跟资料库做连接，而且不需要写任何程式，基本上不需要写。但你要写程式的方式也有写程式方式，但是这里的话呢，基本上它提供给我们就是不需要写程式的方法。那里面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就是有所谓的这个 data source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后面只要叫做 data source 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有点像你们家的水塔一样。 data source 就是自来水公司的水，它要到你家里，它不可能直接就到你家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水压太大，或者说它没有个暂存机制的话，会有问题。所以这个 data source 有点像你们家的水塔，但是呢，因为不一样的这个资料库形态，它会有不一样资料库形态的 data source。 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，这边有一些有没有像 data source 开头的，像 SS 的 data source。 所以如果你资料库是 SS 的话，那你就要用 SS 的 data source。 那还有什么 entries data source。那我们用的应该是哪一个呢？有没有看到 SQL 开头的，因为我们是用 SQL server，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有个叫 SQL data source。